同志们好，首长好，都没吃饱饭吗？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你别吓着这帮孩子。如果你们不学会对待伤员的尊重，就永远无法理解救援的真正意义。你们都想知道他是谁，对吧？好，我现在向你们介绍，他叫林峰，代号叫做豹猫，是我的战友。8年前，我们在一个特战分队，同寝室，形影不离。吃饭，我们在一起；睡觉，我们在一起；训练，我们在一起；作战，我们也在一起。豹猫是最好的攀登高手，他做的攀登记录到现在都无人能破，他是我见过最灵活的攀登能手。所以在丛林山地作战当中，他总是做尖兵。有一次我们在丛林作战行动中，他为了我和队友探路，不幸踩中了地雷，成为了这个样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费老，你还能记着我这个废人？不，你永远不是废人，你是我们这人心里永远的豹猫，你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。谢谢。飞狼，怎么了？有事儿？有事儿。说吧。我想参加集训。什么意思？我想参加霹雳火的集训。你没发烧吧？没有，我正常。说胡话。哎，哎，飞狼，我真的想参加霹雳火的集训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格。别逗了。你在我手下集训过，你的训练成绩比很多男队员都好。那次不一样，那是特战集训，这次是霹雳火的集训。那你说说有什么不一样？我那会儿没想过救人的事儿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补上这一课。嗯。那你可要想好了，这是要受二茬罪的。没问题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谢谢费老。
我说蜘蛛蟹校园啊，什么科目说呀倒是。开始，我不是你们的教员，我是林浩。哼，零零七，你笑什么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干不成，被人家开除了吧？你还摆谱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被开除了？行了，别解释了，越描越黑，又没人歧视你。零零七，我告诉你。我来这儿就是为了灭你，林浩是吧？我看见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手下留情的。